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门呀门，无感情歌。丹凤，家里心内够挂，不是真正要放弃我，安尼都够啊。从今麦开始，我会乖乖啊，在你的身躯边，听你的话，永远都袂跟你分开，等到你成功一日天，哈。我先回到弟弟家，好不好？来，客人就快点。多谢。啊！谢谢，谢谢，拿给你。我伫你这家辛苦，我家啥？我先回你来房间啦。无紧啦，我头骨淡薄戆戆，我小坐一下。好，我先去。好。你知道我这么心内有偌欢喜无？这就敢那为一张黑板来面清醒同款。原来过去遐个痛苦，拢不是真的，是我家己在吓家己尔。你全部人都是安尼，绝对袂用敢来相信。跟你们就说看到了，感谢。其实你无为你的恶霸精神，你颠倒搁搬入去另外一个，搁较恐怖的恶霸。你死两个，你出去我！
我。你是在胡白讲啥？谁说给你啊？是你一天到晚跟大风哥哥弟，今天总算我抓到啊！你是金大风本人吗？是，而且我承认，我和李友会有一段婚外情。李友会，你真正有够袂见笑，家己有翁啊，搁一天到晚想要抢人红色，今仔日你就在我的手头。绝对不让你后悔，杨爱梅，你要收定伊，你要真讲金大风是爱你啊？其实伊爱的是你的家世跟背景，根本都不是你杨爱梅这个人。李友会，就算讲你讲是真的，你嘛无迄个资格用这个理由来破坏我的婚姻。别叫是讲我是纯真，你一句爱不爱，我就会替你。我今日就要让你知影，不是你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我绝对会去告你，让你伤破人婚姻的第三者，受到报应。小姐，麻烦你签个名。不过这种地步，你就签签者，也袂遐尼歹看。因为虽然两个关系尚未结束，不过我是无希望，我无希望看到你为着我互你爱怪。安尼怪艰苦，金大风，我真哩爱你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我爱你，今日不是你甲我哥哥弟，但是嘛袂不甲安尼啊。有你要吃吗？小姐，麻烦你签个名。你们怎么这样？你哪放？有你就好。谁来跟你造啊？因为你以后你每个人用卡闭关闭关，我 Amy 也够你 ，Amy 也够你。
你讲得对，我哪会这样讲？我哪会把自己的人生过到这么悲哀，这么艰辛，走到下心下情的地步？参加兵棋啊！爸，爸，你今麦从啥？爸，我要去参加兵棋啊！你敢拢免甲我讲一寡鼓励啊，是祝贺的话？还是有啥物人好讲？我讲的话你敢会听？你若会听，后今仔就免参加面试啊！爸，我真正足希望得到你的谅解。就算讲你无法度理解，我嘛希望有你的支持。既然你到即马拢无法度改变态度，那呢，我面试通过了，我会搬离开这个家，较免吼你一直为我的代志伫气怒。你即卖什么情形？你强啊我啊！哈，饮袂少，你袂爽了，你就要离家出走，哈？趁早啦，门家看管，紧走啦！爸，你卖误会，我唔是这個意思啦。我想要搬出去，唔是为了要跟你结气，是因为我一直用心要让你了解我对理想的坚持。但过你都无愿意听我心内声音。那呢，我卖踮咧厝诶，至少袂一工干唔甲你冤家，让你生气。安尼对你身体无好，我嘛袂过心嘛。你唔免当面讲啊，遐尼啊好听。我咧讲话你敢袂听？我安尼叫你讲行西，你就甲我妄当。你明明是甲我伫咧作对嘛！哼，你真正是一个逆子呢。你即摆咧讲咧到底啊，你敢袂出孝子咧？那你爸，我问你，你细汉时阵上大心愿是啥？我相信你无可能自细汉就计划讲家己要饲珍珠。我细汉时阵哦，我厝内面嘛真善食。讲一下歹听，阮老爸哦，为着厝内面这个囡仔哦，敢要装个三顿都装袂赴啊，哪有亲像你啊？哈，一干干当咧空虚梦想，哼！我会当安尼有理想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爸爸。所以我比你较好命。自细汉，你落花边烦恼食穿，嘛免为着别项代志去烦恼。所以我才有法度把这理想维持到今嘛。我是真心足热爱这个理想。我希望今仔日面试过关了，我的表演会当得到认同，会当有机会甲青光马戏团四界表演四界游历。我这梦想。差一步就当实现，所以我是不是足好命、足幸运的？我会当这么好命，是因为有你。不过，我即卖上大的遗憾，是无你的支持甲认同。爸。你若愿意来看我表演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虽然我一天教唔了你受气，但不过咱爸仔囝足受伤，你敢知影？咱拢足欢喜听到掌声，嘛足欢喜得到成就感。你进人面头前，你是骄傲，你心里上甲骄傲，你享受别人给你的掌声甲肯定。
那我，是为观众的笑声当中得到掌声甲肯定。虽然咱爸仔囝选的路无同款，也毋过我想要得到成就感，迄种心理你应该会当了解才对。我真正希望有一天，我伫台顶的表演会当带予你快乐甲欢喜。我嘛相信，我绝对袂予你失望。多谢。再有娜娜。微乱的心情，你敢真正拢无法度了解？我感觉你真是都要等到伊对你失望，离开你的身边，你才会后悔。那你知影啥？别项我是唔知，也毋过我知影，其实微乱，伊真重视你对伊的看法。伊嘛希望讲，会当有一天哦，啊，你会因为有伊这个后生。来感觉骄傲，虽然讲伊选的路，甲你期待拢无同，也毋过伊对你的心意，嘛是同款的。找人哦，这心愈来愈啰嗦。我也去现场看伊表演，我嘛会替伊加油。我嘛相信讲，你若是会当出现，一定比任何人对伊的鼓励甲支持。够靠有路用。你还搁咧听？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啦，迄肌肉拉伤，我休困够啦。你放心啦，我小等表演特别注意啦。尽力就好啊，莫想过勉强，知影无？好，绝对无问题，我一定尽力。小等的李佳怡一定要替我加油，因为恁是我唯一的亲友团。我一定的，而且我会发到上大声。李维伦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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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声的啦，你莫惊歹势。我唔是惊歹势，我是惊其他的选手听到吼，迄种心声呢，啊心内郁卒，啊影响哦因表演的实力，安尼我甚至不。你看我想想者。好了，我一个礼物想送你。江江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我昨昏根本无困。请求替你做幸运手环，我即马替你挂咧，小等你表演时阵，就感觉好亲像我陪在你身躯边同款，一定能对予你好运。哎呦，有心理的加持，我手拢袂疼呢。晨晨，等我以后食老无表演哦，退休，啊，咱就做足侪这来卖，我相信一定能抢到恁病院外科的生理。我才无爱，我较想做你姐。春春，我乃这么好命，会当你路边表演，就捡到一个这么水，佮这么好女朋友。不管别人安怎反对，你拢一路支持我到今嘛。所以今仔日我面试也通过了，我会带你去世界，去拍拍照，手牵手来看这个世界。你也免阁是阮爸的阿伯啊。你一定会赢的，你拍牌遐尔久，是为了今仔日啊，所以你绝对成功。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妈，太谢，我刚要赶到你公司，我都无陪你离去啊。哦，卡有要紧吗？
赶紧啦！妈，你若无爽快，真正无煞，朋友家己提遣这物件过来。我相信有慧有能力照顾伊家己。我家己生的查某囝，我来唔知，伊即摆哪有啥物能力照顾家己，我袂放心啦。阿弟，你先去无用，我有事啊。阿弟啦，我替你提你去了，我再走，好。阿弟哦，好。 明仔放喺遐就好啦。啊，你先无用，啊门才甲我关起来就好。因为。 我一定解决有惠这个麻烦，你去给你来闹。即马李月惠即马员工啊是受着教训啊，以后绝对唔敢过来告你啊。其实为这样看我查某，干那假死伊阁无够，我怕说要利用这个相片，甲伊讲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伊既然敢这么大明星。 要偷咱伊丽达百分之二十的股份，像这么贪心的人，根本就免甲伊客气。所以我绝对袂得到任何好处。我怕什么叫伊无条件等伊甲好天离婚，啊那无，我就公布伊这下世下一个相片。好啦，阿明，无照你的想法，照你的做法啦。安尼咱杨家走法都平静啊。 阿明，即马李友会代志已经差不多解决了啊！我即马咧想讲，即阮妈要来伊丽达上班这件代志啊，妈不知有同意无？当然就叫你请妈来啊，当然是同意啊！啊，想讲妈当时会到啊？妈，妈，来！我可能材料上早哈。 阿咪啊，啊，先给拿对你无用哦，别紧啊，我先坐等伊啊。别啦，妈，来，先坐。妈，坐啦，哈，坐。爸，我特别甲我交代哦，讲妈来哦，就爱我先通知，已经来甲所有会议拢摆开，就是为了要等你呢。妈妈知影哦，你伫天爸面头前替我讲袂少好话哦。你哦，万一我这大家安尼失相，实在大心的。 艾米，我妈一定给你好哦，拢记得心肝来。嗯，妈，你妈，你讲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妈，我咧先坐一下，我来甲阮爸拍一下招呼。嗯，好。大豪，你敢真正确定艾米老爸真正愿意让我来做这业务总监？是讲。 爱这边那只好讲话啊！你是唔通搁我失望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相信艾米袂骗我。啊，照伊讲法咯，因爸这边是会顾着你的自尊，所以这件代志应该是确定。上好是安尼。啊，对嘛？啊，这边这件代志哦，虽然讲因公是稳当当，啊，不过有滴要有代志较圆满一下。 你甲因爸讲话的时阵啊，你也较好起者，你莫意气用事啊。妈妈伫咧正大拍喷遮侪年啊，我对付艾米老爸即款角色，我讲话自然有我的分寸，免烦恼。嗯，安尼好。 爸，多谢你。 阿明啊，啊恁爸爸是替你设想，才让恁大家吼，入来咱伊丽达做事，你都爱知影分寸，唔当让恁大家学白母呢。我知啦，我会。哎，新哥，妈，阿妈，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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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讲，请假，你感觉我应该担任第一职位吼，才会当发挥我能力，替公司做代志哈。哦，这嘛，你客气啦。诶，你甲我提起讲哦，请请来阮公司做业务总监啦。是讲，请假，你感觉我应该担任第一职位吼，才会当发挥我能力，替公司做代志哈。哦，这嘛，你客气啦。诶，你甲我提起讲哦，请请来阮公司做业务总监啦。我讲哦，伊这个想法哦是真好啦。不过后尾我想想哦，我是感觉讲哦，这较有问题啦。啊，是有啥物问题哦？啊，你嘛知影讲哦，即马大方是总经理啊，哦，啊若讲业务总监即个职位哦，就等于讲副总经理来管啦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这比较较无适当啊。 我考虑的结果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上好是请请嘛来阮公司做顾问，这地位嘛较崇高。哦，啊，嘛较无讲我拄仔讲的情形发生。有影啦，哦，啊，确实哦，亲家咧说上较周到，啊嘛无，都老母和后生管，啊，这公司若拄着吼，毋知是老母要甲后生拍招呼，还是后生要甲老母行咧咧。啊，既然咧嘛，无你就接受阮调来安排啦，啊，你就担心顾不到啊。是啊，我会替妈安排一间办公室，我妈使用。多谢你的Amy。啊，我替大家讲哦，阮大方即世人做了上对的代志吼，都会娶着你这很切，啊，还嫁这么好亲家。啊，嘛甲大方讲哦，伊听我听小哩，啊，像伊遮好的某吼，那这世间无通我找啊啦。 等下嘛，哎呀，啊，啊，就安尼讲定啊，安尼哦，恁娶亲嘛，伊伊搭吼，四处甲带带行行看看，熟悉一下环境啊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哎，你今日来，好啊，我先来哦，妈妈来看看哈。 那去拄着这个亲家啊？ 那顺利的伊吼，都喙笑目笑，啊，若无吼，化病变就病变，哈，是讲煞煞去啦，若莫互Amy为难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妈，有会一定会无代志，你莫艰苦啊。 一个翘翘囡仔，来做这款戆代志，是不是我操烦到什么时阵？幽惠，幽惠，你清醒啦！ 妈妈讲，到底是我先的代志，你要去行地路，谁在叫我？你谁在要害我死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你是我生的，我请你的，我无妄想讲你着爱养下我。 不过上基本的，你嘛要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啊！你哪会做这款代志？妈，你莫生气，甲伊会慢慢讲哦。讨厌到这个地步啊！佫有甚物通讲的？甚物都互我说出去啊！我毋知我佫活在这个世界是要创啥。 我来去相信金大风这种人讲的话，是不是金大风？伊阁对你做啥？你莫阁问啊，我啥物拢无想要讲，你拿出去。幽惠，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
你若唔讲哦，我就去找大芳哦。我想要得到的物件，我拢得袂到，所以我无想要活安尼个吧。你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要得到大芳的钱，昊天的地。我就是要保护所有对不起我的人，这单你有满意无？哈，有慧，在这个世间，不是每一项代志都会当顺家己的意。你若是要继续安尼，什么拢要滴，什么拢唔肯放，你永远都袂满足，干那好家己，愈大个痛苦尔。杨浩天，我的代志无需要你管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好啦好啦，莫遐激动啦。人是浩天找你来的，是伊救你的，你唔通对人安尼啦。哈？拄只我甲浩天通电话，才知影有火的代志，所以赶紧过来看一下。想看啥？小可死也袂是嘛？有火，我知影你对我真不了解。假使你是因为我才想袂开，我对你真抱歉。对，我就是因为你我才想袂开。你若是感觉你对我真抱歉，待自即马开始，我不准你甲浩天有任何的联络，做会到无？有火。因为现在人无啥拄好啊，无爽快，所以讲话你莫见怪。你到后天先回，我等下照顾就好。先回。杨浩天，我不准你走，你莫袂记哦。现在我是你合法的太太，何纯真伊唔是。我不准你走，你无听条讯，杨浩天。何春姐，你别这样，你给我拍死！我绝对袂让你，就机会给让你重新开始的。我是没有听到吗？何春姐，你醒了？不是，你给我放过我！好了，我就是要报复你，我就是要报复你！我好了，你别哭啊！患者是明显有躁郁的倾向，所以尽量莫去刺激患者的情绪，加较关心。我知。我会开药啊，伊情绪要不控制看卖，哪个袂用，可能要请精神科的医生做进一步的评估。今麦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通帮助我的查某囝？下一位李维伦，请准备。
我帮你看他镜头，看你是要安怎啦？阿姨，你放心嘛，那是为了未看过伟伦的表演，等你看过了，伊就怎样，伊无伟伦厉害，真是了。请就位，下一位林浩生，请准备。看到你的努力，让伊知影你的决心，为你感到骄傲。表演的那份老师呢？你好，不搞我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到今麦你也知讲要讲一句啊公道话哦。咱叫开心的就搞呀。表演，你听看，今麦是表演上精彩的部分哦。
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梦里。